ここで待てるから。第一次坐高铁吗？奶奶吃什么花椒？出发啦，香港见吧。好冷。耶！从今天开始要讲粤语哦。哇，我而家好叻噶啦！我哋要去尖沙咀嘅酒店。嗯哼嗯哼，中山嚟噶。听唔明你讲乜嘢？听唔明咩？明明就很标准。我们的行李太多了，整个就是。去酒店。今天我们在香港，待会有一个红毯，女孩子就是得从中午就开始准备，再贴这个假睫毛，分分分明，锵锵，瞬间显眼睛，贼大贼大。然后因为今天穿的礼服是那种蓬蓬的公主裙，这一类头发我们也是在做一个波浪卷，然后一个半盘着的发型，待会见啦。妆容完成啦，再将公主头。现在我们去换衣服啦。Thank you.